真的吃不饱，要多吃点 cheesecake。那个喝醉酒的人帮我背。小哥哥好可爱哟、哦，妹妹你给他摸摸好不好？你要轻轻的、哦，轻轻的。摸摸他，他很乖，他不会咬。轻轻的，不然 Sugar 会痛痛哦。轻轻的、哦。哎，对，就要摸他。毛毛的。你为什么？好好吗？对，他没关系，他。那、啊、你说拜你拜托。拜托拜托，哇，好可爱哟、哦！爸，你看，真的好棒棒哦，有没有？那你要给摸摸了。你的食物在这边。Sugar 来。这边。你不怕他，他就不会怕你。你看，好可爱。妹妹快来哦！现在大概是傍晚的5点多，我们大概3点的时候从家里，然后开车开到这个 San Diego 这边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入住的饭店叫做 Legacy。现在杰克去停车，然后我们已经拿了房卡了，李尤娜在这边，李尤娜说 Hello Hello。现在已经天黑了，好，我们没差啊，妹妹来进来，我们坐电梯呢。给大家拍一个 room tour。进来这边呢是衣柜，里面有一些棉被，然后浴袍，还有这个放行李箱的架子，这个。然后再走过来右边这边是厕所，一个很大的洗手台台面，然后镜子，然后这边有一扇门，这边是马桶，有一幅画，然后淋浴间。然后这边走过来呢，这边有一面镜子，然后还有两张 queen size 的床。胶囊咖啡。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餐，在这边的一家 oyster bar 这边。一个灯火通明的地方，这旁边全部都是海，好漂亮哦！这间看起来很漂亮哎。我们到了，就是这家叫做 Bergantine， 然后前面这边是一艘漂亮的船，有一个人在跳舞，他在这边跳舞。可以画画了耶，这是真空扇耶，一个 half dozen 的 oyster。 好，我觉得调亮一点就不会了。 Go go。现在要去看夜景，这个是刚吃饭店员推荐的地方，然后他说这边会有
飞机飞过，但是现在雾蛮大的，有点暗哦，好冷哦。哎，那是什么兔子吗？刚刚应该不想说我朋友，现在是把你的男的前男友变成朋友。那个是兔子吗？还是？他现在一定是盯着你在看。他现在很害怕，警戒中。这边有只兔子，他真的是兔子哎。可是现在真的是你什么都看不到了。下面有点海微波浪，如果没有雾的话，应该可以看到对岸的。看兔兔哦。兔兔已经跑掉了，兔兔回家睡觉。他们现在会很热成这样子，因为中间没有一个小的。是啊，所以没有小的时候你很热。嗯。我们现在刚吃饱，然后来这边散步一下。这个是刚才店员推荐的一个地方，他说可以看到就是飞机啊，然后有夜景，但是现在雾太大，所以什么都看不到。我们现在在一个桥上面，然后后面有很多人在钓鱼。钓鱼的装备一样，全部都是雾。杰克他们在这边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已经回到饭店了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去洗澡，然后卸妆睡觉了。那晚上了。对，现在晚上了。妹妹说大家晚安。你说大家晚安，拜拜。你说我们明天见。害羞，拜拜。